超市台台放屁，我自己。红方队员肖春来自湖北代表队，黑方队员郭亮亮来自河南代表队。唱唱，下面进行的是男子双人冲击节的决赛。第一局比赛开始。红方，是以红方主动进攻。是以黑方主动进攻。
结束。来点龙，黑袍子。来点龙，黑袍子。